沉默似有意识，还记得前生盟誓。脑补，程程是你吗？啊？还笑，一点悔过之心都没有。等等。你也发现了，这是什么破规则啊！一亲就要变回去，这么想亲我，我还以为你心里只有儿子呢。我不知道镇魂珠有没有伤到玉儿，万一我们回不去了怎么办？玉儿看到我们最后的记忆是爸爸妈妈在吵架，他会不会以为是我们不相爱了？胡说，放心吧，我定会带你回去的。只是我现在这个样子也不知道是不是镇魂珠引起的，记忆时有时无，也没办法保护你。不过好在我其实亲过你了好不好？现在这个样子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哄你了。那怎么行，遇到困难就要努力克服。何意？用只手帕挡住想必就无妨了吧。这红手帕如同红盖头，这盖在你头上岂不是更应景？哎，今日是我娶你，并非你娶我。爱夫爱妃该叫哪个才好呢？兜兜转转朝花夕拾却一迟，寻寻觅觅醉生梦死又一世，还记得前生盟誓，与眼睛无词横对面不消失。我愿化